怎么还能再升啊？升完了又加了70000，可以了，这个 CD 就让他慢慢做。OK， 来吧，小龙，升级再升级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去搞人才了。我感觉，等等等等，等我去搞人才。我擦，这公司直接升啊，再升22级，部门吃一下，升7级。所有游戏都是花钱买时间，你看我已经第二名了，各位，哎，我靠，400万，差有点多。部门人事。人在上线只要一提升，这个钱哗哗哗的来。21级的升，21级，这儿7级的话差了1级，把这公司升到400万，我们就可以搞了，对吧？现在公司升了很多，知道做什么了吗？看我们这个布局要不要下来一点？不管了，先在这儿先买个店再说。你看，这全都可以做。这几个要不要做？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布局啊，应该是往下发展还是往左这边发展？往下吧，我觉得往下发展好一些。好，这个买完。哎，不是，点错了，人工府湖开放了，它是各种收益都不一样。73万换了18万的收入，投入73万，然后出来18万，其实是很亏的。升级公司又可以升了，21级就够了，我们可以升人事部，可以去抽个卡了，各位。Nice， 你看这个也要钱，如果你没有充值，到时候。寸步难行，这个我觉得也有问题。花85万提高这个贷款上限，也就提高100万，这提高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，我感觉是这样子。好，走，先招募人才，走你。就店这个也招募，这个别干。那等等，那顺着来的。等等再搞。你升了，他也是顺着来的。等等再搞。他必得名单，他第一次是必得顺着来。我不服，反正我不管，我先做别的。我们先把这个升级啊，传奇概率直接3%了 ，nice， 这是能抽个30抽。我抽给大家看啊，免费的有15抽，舒服。于小龙不行啊，我要哇，于小龙是红色的，不行，你是谁？哇，不是也还行还行啊，刚回来我就榜二了是吧？那可不，杜丽娜多给几个橙色的也行啊，一次给3个橙色的我不介意，来个红卡。胡成龙，成龙是很有用的，很大用处，我们还能再抽3次，来到小龙了，看小龙能不能站起来。3次吗？对，好，白佐斯，哇，贝佐斯。红色贝佐斯出来了，还有两个橙色的，我的天，还得是小龙，还得是小龙，马斯克出来了，有时候就是比较爽，一个一个抽比较划算是吧？没有，这把没有度数。好，没有，我们就节省大家时间啊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要再升级，要等11级是吧？你看一下，等到10级人事部，这个要等到可能得要明天了，可能得要明天了。来，人才，这还有一个啥啊？哎，人才呢？红色的。抱歉，还没给他升到，这是店铺啊，稍等一下，全部搞一个。白佐斯，升满，还能升160，一键升啊，160，我现在160了，一键晋升。灵魂星技能，他到时候是做什么的不知道，到时候看。还有一个于孝东，一键升啊，25个技能，升出两个红太爽了，后面还有一些要调换的，这个成龙、马斯克、赫斯蒂这些。咱们好好研究啊，设计院也可以搞了，终极设计次。哇，图书馆蓝图直接出蓝图啊，需要等半小时。等等，哇，舒服啊，小龙，3级建筑啊，这不是手到擒来吗？升级升不了。燕姿是匹配的，这个是匹配的吗？好像是匹配的。啊，出来一个人际还行啊，429，再搞不行的呀。其他最近呢？其他最近，不行，都是紫色的，只能把这个升一升，升了吧，出2个技能就好了，把这个技能洗一下肯定也行了啊，500了，直接够，直接够，再来个燕姿，给他升级吗？还是先不吧，哇，他这个好强，想给他升，但主要是到时候有个4级的任务就难受了，哇，工艺建筑再来一个。36块，哇，今天3000都花完了，各位。但是很多钱我们还没有花出去啊，周卡还没有怎么抽，先等等。我的天，舒服。待会儿再去找一下导师。两分钟。先去升级做宣传，养店铺，日入1000万，已经日入500万了。我们先升公司啊。哦，谈判团这个是，全都是红色啊。怎么是一龙？不太行啊，我们那几个。那个捷运不行啊。不行呀、啊。山叶，我靠，南边户外店又想要吐，吐一下。宣传，
后面有很多新的都能升，全部都能 升刚升你升级了，好，一键升级，这是之前的号码，不是我们新玩的新区，好，四次五次，好，这次用完就差不多了，公司升级就是需要钱，钱，网页要花115万，加了26万的收入，还可以啊。公司是需要什么条件？就差了3万，直接找巴菲特咨询如何正确的规划我们这个店啊。看一下，哦，拓出去了，覆盖人数会更多一些，收入有可能会掉一些。没有加，哇，加16万。那么少，现在开始换人事部。走，直接人力资源咨询一下。哇，加3万，其实一般。又是3万，我加9万。啊，这收入降低干嘛？降低我还点了，我手贱，各位不好意思，中公司可以升级了，22级。我们还没有超过他，稍等。第二，和他并列的，腾讯英语，明白？700万，各位想想办法，哇，充值68不够了，充吧，今天再充个500吧。我靠，好花钱啊！走，好，搞定，必须干到第一是吧？看一看，企业家也可以升级了，升级头衔，再加多少虚战？刚那个是加了59000，应该是广告可以的，再加20万，哇，果然20万又来了。899买这个，买还是升吗？升不了的呀，要24级，那公司要升2级才能搞一个这个的。好，继续走主线，7家店铺升一星，感觉店铺是不是都得升一星？我懒了，都升一星吧。店铺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都得升。反正以后都得升满，以后都得升满，对啊，也不是这么说的，因为你后面店我不同意，你那地满了，地不能增加地了呀。这东西是有限的，钱要花到刀刃上，但是确实升个一星再说。前面这几家店都很强，我看这星级零一啊，看到了。我们不想从善如流，就在这儿可以看这个星级啊。估计他后面会有要求，要我升的更多一些。银行的贷款是不是要还了？贷就贷了7万，不是。好，这要做什么？这是买一个，买再买一个嘛？你刷新一下，1块钱，有点贵。这25级有机会，天朝王子、天际线都买了吧？好，应该够了。终于达40%。对，好啊，4级建筑找马云的那个。对吧，其实很快，马云先给他升，再给别人升一下，技能换一下，别换，换一个，不换、啊、我来，我要升迪丽热巴，你这热巴都没有升呢，马斯克他这个也没有办法去升，就换一个，把迪丽热巴换一个，他还没有升呢，进修，给迪丽热巴换一个就可以了。我为什么担心？就是我担心万一以后出了一个这个公共建筑，马云是有用的，我不希望马云废，马云放到这儿你洗不洗他都废。好，出来了，所以你要是在这儿把马云给换了，以后你还要换回来，以后如果马云又有新的公益建筑了，对吧？这个是有可能的，你看这刚好够吗？不够的话我们再升一下级就可以了，这也就 OK 了。马斯克，这刚才应该把马斯克拿过来换了，换这个惹吧，但是问题不大，直接给他拉满。但这个马斯克有点菜的，转换一下，他要3000，这个更划算一些。完了，别吧，反正也选不上了是吧？精准来一个，1000人，25。那这个也换马斯克？其实就马云还没有马斯克厉害。这个换成马斯克的话，也就多加25没有用，多加30个人没有用。你要搞，你还不如搞这些，把这个换了。杜丽娜，把这个强化一下，我们家忙多钱，蛮多钱的。这是啥？地铁站蓝图，直接给地铁站升星 ，nice， 加4万，把他拉满。姐姐靠你了，技能再洗，随机转换一下。
哇 nice 十二万，我估计这个是有保底的，我刚刚写了好多次都没有，然后这次就成功了，就是因为有保底。这个李嘉诚达人来一个，好烦啊啊，出来了 nice， 又加十二万，再升级，再进修，再升级，你看超了好多。这还有办法来个紫的，其实可以，也可以升，因为它是匹配的，如果不匹配的紫的我觉得不用升。招募的话我们还有好久，龙哥还等了好久，再给六把洗一下调度，哇直接出，太爽了，这个就差一些，没有办法了，这个能再升一升但是也没啥作用，就1090它就得要卡，你多来几个橙的再来一个红的就可以了。基金公园能升级吗？不能升，那升星能升吗？就是它这有没有红点，游乐场可以升，提升顾客，提升了25个也行，这25个很关键的。主线继续做，哇圣人建筑直接买68，圣人建筑得要买吧，大额银币券，建筑占金，市政建筑占金啊，这个悠着点，再来24家店铺，好龙哥是时候大展身手了，再买3家，你怎么不一次把地子全都建完呢？问题最后一个，等着，他这个好需要地啊，我们能把这个总部搬一下，总部搬不了，你除非去弄换一个地方比较好，你可以再打一个新总部。 nice 啊，这3家直接招店员，但有店员吗？人店长肯定有厉害的，直接放在这里，还是空闲的，到时候换一下啊，对对对，也对也对，有道理，哇哇，加100万，他不是哦，这个就需要换呀，各位，这个肖东他虽然不匹配，但他这个技能全都匹配，这肯定得换，肯定得换文体，他就是干体育这行的，不行，加的有点少啊，才加，那没关系，大不了之后再说，哇，大家到我们可以磨外自己了，我直接升星，这有啥犹豫的，这直接升，不见，这加的不多，但是以后人满了就加的多，先等等。膜拜一下自己啊，小龙，别忘记了是吧？金色的放金色的，服务业是吧？哎，先放，先把金色的全都派驻出来，全部一键升级，升级升完之后再去找巴菲特调换就行了。那四个技能也是，大哥你就是吃文体这碗饭呐、啊，大哥，文体1/3的几率啊，大哥，贵，500钱一个呢，这个很贵的，大哥你不当人了。大哥你不当人了，他没有必出，一直是50%，好几次50%我都没有中。新地服饰业，服饰业的成功，再过来，他难道不应该搞服饰业的技能吗？搞我干啥？这个只有3个技能无所谓，感觉这个一般，匹配不匹配问题其实不是那么大，对吧？他这写的是什么意思？战无巡视啊，也巡视就是我跟你在中门西面，在那个工会抢的那个位置巡逻不快那个，这能合作一下吗？的那我要找他们合作呀。好，不管，已经搞定了，再找巴菲特老板咨询一波。啊，这个怎么是分散的？我觉得这个不应该采纳，采纳之后不对吧？你没采纳？我没采纳，采纳之后有问题。你看他会把我这3个文体的到处放啊。它不是有联合经营属性吗？应该会有影响吧？我直接应用，哇哦，加150000，我操！是中级建筑，进阶是中级元件，初级那左上角升不了，它把任务打到哦，元件长度达到20个街区，级在哪里？这里挡着、哦，这个就比较没啥意思。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。今天中午我们就到这儿，这个元件呢它需要花一点时间，我们做好了晚上来领，别的东西呢我们也不动，该做的东西也没有弄，然后我今天就是想着能不能再去抽一抽卡，抽卡的话我需要把这个人事部提高一下，这是8级提高到9级啊、再把它强化一下，诶能强化吧，我已经200级，我现在可以200级了，我的天，这个25级，公司25级，我们就可以去招人才了。晚上我们来招人才啊，晚上8点播。公司是八点升级吗？哦，能更换。更换。我的天，很强。升级需要多少？其实差一点点。14万。直接去咨询，老爷子，我要升级公司。
这4万2万差了一点点。其实有个最简单的办法，就是去做这个宣传呀。你看这53次，哎呀，这个赶紧做，赶紧做完，到时候帮我赚钱呀。这几个店特别能赚钱，你还不把它提高一下？其实这个可以等到我们下来自己慢慢做，但是为了给大家看着爽，知道吧？是这个意思。哇塞！再点一下还有？不点，不点，先升级。我要再多建几个店，一起点。好，25级 ，nice， 25级，我是晚上来冲的，各位，不行啊，冲了3000多了，哎呀，他这个都不够升了，这个都不够了，我的天，都不够升那个 VIP， 我的天哪，然后我们首先就可以去出卡了呀，人才部不就可以去升了，可以升了吧，可以升了，各位。晚上来抽卡，你看这是店长，你升他也是得紫色的，有这个呀，必得不就有这个了？必得他先拿紫色的才能。哦，好，没关系。哦，是这样子，哇，舒服。搜罗的话，其实可以搜后面的，无所谓。来，我看一下啊，升不了10级。哦，要10级，要我们27才行吧？你看一下，这个要升。要27级，我们今天把工资搞到27级，可以吗？有点难。那次我们在一区第一名，比我们中都多得多，他就升到25，好像就没有升了。那个人估计当时也不太会玩这游戏，我们呢不太一样，特别会。哇、哦，日常的加奖，猎聘的福利，这都得晋级。晚上来搞啊，各位，晚上来搞吧，少搞点。待会儿小姐剪好视频，我来发一下，赶紧把这个视频发出来。晚上看的人就多了，扩建也要扩建啊。今天已经有1000万的收入了，别着急嘛。啊、店员。先给他搞一搞，哪个店缺人？人才是什么意思啊？忠诚提升。啊，点忠诚，前面被人打一下就没了，就可以了。哦，他有 CD， 小龙到时候把这个做一下，不然你这个不划算。我想做的是把这几个店，不是有几个店缺人吗？有缺人的吗？没有缺人的，就要扩建，对吧？对。晚上再扩建啊，晚上来扩建个爽的啊，对吧？这收入已经够了。是吧？我们只剩1600了，靠！好，先到这了，8点再见了，拜拜。